所以印光大师就说了，印光大师说，所有的这个恶业里面，杀业最重。普天下的人，几乎没有人不造杀业的。你杀蟑螂、杀蚂蚁啊，杀小动物，啊，大的话是杀牛、杀猪、杀羊，小的话是杀蛇啦、杀。 虫啊，昆虫这些都是杀业啊，所以印主说，普天之下没有不造杀业的人了、啊。他说，纵使必生，不称杀生了、啊。就纵使他这一生不造不曾经，没有造过杀业，但是也天天吃肉啊。他说，天天吃肉等于天天杀生。 以灰杀，绝无有肉故。啊，他说不是你不杀，啊，你不杀不造杀业，你只要不造杀业，决定没有肉；但是有杀业，一定有肉。就是以灰杀，绝无有肉故。他说，屠夫的啦，屠猪的啦，屠牛的啦，还有猎人呐，还有捕鱼的渔夫啦。」 都是供给这个吃肉人所需要的量，是因为你们要吃这么多肉，所以他才去捕杀，才去猎杀，而代为自杀。印、啊、子说：“但是呢，吃肉跟吃素这一关，实在讲，是我们人的啊上升跟下沉。” 提升跟沉沦的一个关键点，天下治乱的根本。啊，他说：“岂有自爱其身兼爱兼爱普天人民他说？你想不想爱护你自己的身体呢？你想不想爱护你的身体，然后又能够爱天下的人呢？” 你想爱你的身体，又爱天下的人，你只有不要杀生，不要吃肉，这是最好的爱你的身体，也爱天下的人。那你想要长寿安乐，不想要碰到意外的灾祸，印主告诉你要以戒杀吃素，来挽回天灾人祸的第一妙法。 所以大家都不想要意外灾祸，大家都想要长寿、要平安快乐。印主说：“你想要这些东西，要这个福报，你就必须要戒杀吃素。”这是挽回天灾人祸的第一妙法。这以上这一段呢，是印主在《欠爱惜物命说》里面的开示。再来，印主说了。 他说：“你们要知道，水中有的、路上走的、空中飞的这些，还有存在海底深处的这些动物，它跟我们人一样，都是有一颗灵敏觉知的心。但是因为这些动物呢，它们宿世的业力深重，所以他们在轮回里面呢，就改行易道。” 转生、受身，改形易道，变成他们的形体跟我们不同。他们嘴巴不能讲话，口不能言。但是你看到这些动物被捕杀、被追杀的时候，你看它饥饿的时候，它想请求食物；它看到有人要猎杀它，或者是伤害它的时候，它逃避；啊，或者它被宰杀死后的那个情况，就是。 关起求死必死情状，他跟我们人没有不同啊！啊，他他想要求食物的时候，他想要逃避被人追杀，他死后的情况跟我们人没有两样啊。那我们人是因为我们世俗里面我们存在。 承受这个数字的福利，我们有幸才成为人道啊！我们有一点点啊，比这些动物啊，有这样的一个智商跟考虑，心有自律，人说是万物之灵嘛。 所以我们的灵性呢，是比这些动物还更敏锐嘛？所以人心有自律嘛。那么我们应该要敦天、敦天父地母，民包物以之一。我们要随顺上天的这样好生之德。我们不应该辜负人跟天跟地。 号称为三才啊，所以要参赞天地之化育，也就是说，要帮助天地，要帮助上天来教化这些动物、这些万物，要参赞天地之化育，让这些各种动物能够各得其所。 能够同时接受负载，就是接受上天的保护，啊，上天给他能够生存的空间，还有他能够成长的空间，就是以同受负载，同入天年而后已啊，让这些动物也能够安享晚年呐、啊。 如果你不能够体会天地好生之德，你放纵自己这种饕餮之恋，就是你爱吃肉、喜欢吃的这样子，叫做饕饕餮之恋。用我们人的这种强势、强力去欺侮他们的肉，就衰残肉，吃他们的肉，然后来。 充饱我们自己的这个腹，就是我们的食欲，充饱我们的食欲。印子说：一旦你的素速的福报用尽，了，那么你的杀意就现前了。你想，你你想不要改头换面，受比辗转杀死。 你想不要被辗转的投生以后被人杀来，一样的肉来吃，可取可投，怎么可能呢？吃人家半斤，还人家八两啊！这俗话说的啊。所以印主说呢，何况吃肉本身它有毒素，你在杀它的时候呢，它的嗔恨心所造成的所。 理结而成的这个毒势，所以凡是瘟疫流行啊，瘟疫流行，蔬菜、素食呢，有吃素的人是很少去感染的，去传染到的。而且何况肉是很会浊的，会浊之物，吃的话，你的血液也会跟得很浊，神魂也会。 就是你的这个精神呢，也会非常的混乱、神昏，啊，就是实质的血浊而神昏，发速而衰早。虽然这个成长很快，但是衰衰老也很快，很容易造成疾病的原因。 那么，如果我们吃素，我们吃青菜、清洁的这些食品，吃了以后气清而自然。所以，吃肉的人呢是血足而生分，那吃素的人呢气清而自然，常健而难老，能够永保健康，而且比较不会衰老。你去看老和尚就知道了，这常健而难老。 因为吃叔叔的，它有持补的力量，以富有持补之力。这个是在卫生的角度来谈的，也实在讲，也是尽信之之论，也是跟我们自信相应的非常好的一个大论啊，一个论点。但是因为现在习俗呢，大家能够，大家这个习俗呢，就是养成习惯了。 便啊，延延续下来，以至于呢，积民而不反。所以要知道呢，人民者呢，必能爱物；残物者，皆然。人民，一个慈悲心的人，他一定能够爱护动物，爱护一切万物。这、就是、慈悲心的人，他一定爱护一切万物。 会残杀动物的人，他一定不是一个慈悲心的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习性所使然的，习性造成的。这个是印光大师在写给宁波功德林开办广告，功德林就是可能是一个素食餐厅啊啊，开办的一个广告。